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钱大宝贝。大家看我们的微头条，应该都知道，6月17号，我们的房车小卖部正式开张啦。总共呢有13个产品，大部分都是吃的，因为吃这点上面我还是比较擅长的。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之前是个吃播，我这次选出来的产品都是我之前开箱试吃过比较满意的产品。那现在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这个13款产品：六婆的辣椒面、谭八爷的招牌牛肉、谭八爷的柠檬酸辣无骨鸡爪、蔡林记的热干面、蛋黄酥、小石头饼、王宝宝的果仁多燕麦片、范嫂光的牛肉酱、海底捞的牛油火锅底料、毛巾、好想你的每日脆枣、旅行必备的压缩洗脸巾、可以自己加工的盐酥鸡。因为这些产品都是我之前开箱过试吃过比较满意的产品，所以在这里不一一试吃了。我们6月17号晚上8点到10点直播间边吃边聊。那么怎么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呢？打开今日头条，搜索麦小兜开车去非洲，然后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一下，记得来哟，拜拜。